见吃鱼头是什么意思？梦见吃鱼头，预示你最近的运气时好时坏，但只要耐心等待，好运气就会到来的。单身人士梦见吃鱼头，说明只要你有勇气，不犹豫，爱情便能成功。恋爱中的人梦见吃鱼头，表示只要双方能互相信任，就会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女人梦见吃鱼头，表示你最近阻碍比较多，万事不如意，但不要悲观，自暴自弃。做生意的人梦见吃鱼头，表示你最近的财运很好，有赚大钱的可能。职员梦见吃鱼头，预示你最近在工作上不太顺利，可能会被老板。